来的不是时候呢？不，我想你来的正是时候。系统时间23:47:15，你很准时，靠不靠？艾利欧看见的未来是不会出错的。刚刚的爆炸是怎么回事？这也在他的剧本里吗？在。系统时间23:44:59，爆炸产生的脉冲造成了主控系统的大面积瘫痪。是你做的？反物质军团干的，他们在两个系统时间全面入侵了空间站。我们需要和军团交手吗？不知道，艾莉又没有说，那这件事就不重要。明白了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行动由我接手。收到。这次能让我玩得开心点吗？之前几次的行动都很无聊呢。抱歉，今天的任务非常枯燥，仅仅是把目标放进去而已。但想要找什么乐子，我都不会拦着你。毕竟艾莉欧没写在剧本里的都无关紧要。索性都干掉吧，很快就好。这军团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弱了？我能用来的兵力就这么多了，你也不想这里被军团的主力盯上吧？只有这种货色，拖不住星穹列车那伙人呢。放心，一只末日兽也来了。美妙的时光总有尽头，该说再见了。替人擦屁股可不是我的工作。你说对不对，考夫卡？好了好了，你把它丢哪儿去了，银狼？随手打的坐标，没什么讲究。你很关心那只虚族的去向吗？不关心啊，只是不管看几次，我都会想，你的手段还真是不可思议。修改现实数据而已，不值一提的小把戏。你刚刚看什么东西那么津津有味？也给我瞧瞧。黑塔的玩具，空间站收藏的奇物目录，里边有很多有趣的东西。比如？有一把枪，能给它准星里出现的生物打分，从0到100不等。这哪里有趣了？你不好奇自己会得多少分吗？我还挺想知道的。好啊，要是顺路的话就去玩一下吧。目标地点在哪？沿着左边门后的回廊继续深入，有个放置了某种奇物的房间。星河就在那里？他能告诉我们星河在哪里。
边是空间站的核心区域，反物质军团的虚族会很多。好，不痛啊，记住还能呼吸的感觉。这次能让我玩得开心点吗？站好了。战斗体验该优化了。就这速度，太慢了。有什么东西在前面？看来被埋伏的是我们，可惜被包围的是他们。索性都干掉吧。这么快就上钩了，美妙的时光总有尽头，该说再见了。一个人都没有，疏散做得相当彻底呢。是黑塔亲自下的指示吗？看访问记录，那女人都大半年没登陆过这里了。避难工作是由代理站长一个叫艾斯达的人指挥的。没听过的名字啊。艾利欧好像说过我们不会碰上黑塔，看来他是真的不在。星河在哪里？艾利欧的剧本没有提到星河的具体位置，也就是说在他看到的未来里。我们并不是通过物理移动手段找到星河的。这空间站里匪夷所思的东西那么多，有这样的奇物也不出奇。用奇物隐藏奇物，的确是那女人会干的事情。哎，你翻了那么久目录，想必有头绪了吧？必要的线索都有了，接下来只需要一点小小的技巧。帮我调查下房间里的终端设备，奇物或许就在里边。好，看你表演了。哎，这个终端的存储设备不见了。这是监控室，山库跑路一条龙，业内传统了。你还是过来吧，这样调查一点也不效率。所以你有什么妙计？我洗耳恭听。直接把监控系统黑掉了事儿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黑塔的收藏一定独立于系统之外，所以不受影响的就是目标。简单粗暴，但行之有效。你看，找着了。这是什么？
起雾编号211，视野盲区，一个简单的偏折光场，让区域里的事物不容易引起注意，但只要别的东西不再显眼，它就露馅了。黑塔用这么简单的小玩意儿藏他的宝贝，越简单的手法越不容易识破，这不是我们的座右铭吗？又多了个怪东西。数据上看只是普通的全息影像，但它加了层壳。穿过去看看呗，不要紧，咱俩不会折在这儿的。这点子有意思，不愧是天才俱乐部的人呢。星河就在眼前，抓紧时间。有套独立的防护系统，看来对黑塔而言，星河不是寻常的藏品呢。取得出来吗？当然，在骇客领域，就算天才黑塔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好啊，那载体的准备也拜托你了。载体准备好了，你来决定吧。艾利欧说过，这个选择会改变很多东西。艾利欧也说过，做出这个选择的人必须是你。要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吗？就这样吧。他还记得多少？至少会记得你。该起床了。一个空间站，不重要。听我说，你的脑袋里现在一片混沌，你不清楚自己是谁，为什么在这儿，接下来要做什么。你觉得我很熟悉，却不清楚该不该信任我。但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走了，要把你一个人丢在这个空间站里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不用再思考过去，也不用再怀疑自己。听我说，接下来你会遇到很多危险，身处可怕的困境，但你也会遇到许多美妙的事情。你会拥有像家人那样的同伴，开始做梦也想不到的冒险。而在旅途的尽头，所有困扰你的谜题都将会解开。这就是艾利欧所预见的，以及你将抵达的未来，喜欢吗？这就对了。听我说，记住这一刻的感受，只要心中有方向，你就一定能抵达故事的结局。哼，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。还要说多久？按照剧本，星穹列车的人就快到了，我们不该跟他们照上面。我知道，英郎，再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时间快到了，我该走了。听我说，很快就会有人找到你，放心跟他们走吧。除我以外，你什么都不记得。当你有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，不要让自己后悔。坐标不是由空间站发出的，都这时候了还计较啥呀？这个大活人就在我们眼前，总不能是假的吧？心跳和脉搏都很微弱。三月，
准备做人工呼吸。啊，我没什么经验，等你来吧。停，住口，人醒了。你没事吧？听得清我说话吗？记不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？那可麻烦了，能努力回忆一下吗？你的名字是？你好，我是丹恒，这是三月七。这座空间站遭到了反物质军团的袭击，我们是受艾斯达站长的委托前来救援的。毁灭纳努克的打手，你们运气很好，最危险的绝灭大军不在附近，来的只是一群四处作恶的散兵游勇。我们很快会把入侵者消灭掉的，不用担心。对呀，粉色头发，个子小小的，很可爱的女孩子，黑塔女士亲自任命的代理站长。那个孩子也太没威信了，连员工都不知道她名字。返回主控舱段，艾斯达站长和及时疏散的研究员都在那里，星球列车也停在那附近，所以不必担心怪物的袭击，我们会解决这次危机的。我和丹恒是星球列车的成员，请多关照啦。列车与黑塔女士有些来往，因此我们时不时会在这里稍作停留。结果撞上这么大的事，正义的列车组可不会袖手旁观。你没见过吗？列车时不时会来到太空站的。那是一辆神奇的列车，拥有开拓星神的力量，能够在星海中穿行。等回到主控舱段，我指给你瞧。你和三月一起回去吧，防卫科的阿兰在这附近失去了联系，我得把他带回去。嗯，也行，那你自己小心哦。把这个拿上吧，军团在太空站疯狗似的乱窜，返程的路也不安全，还是带点防身武器为好。只是个建议啦，没事，你有我呢。黑塔收集这些东西又不用，净搁着吃灰，也不知道图啥。物质军团，这帮疯子流窜过来了，看我上去揍他！速战速决吧。看我的，要开始了。速战速决吧。尝尝这个。
要开始了。我还挺能打的嘛，看我的。哼哼，人不可貌相啊，你还挺习惯战斗的耶。坐中间那台电梯下行去主控舱段。那的路你熟吗？说起来你穿的也不是空间站的制服，你真的是这儿的人吗？失忆了吗？看来还是受了点伤。算了，咱也不问了，走吧，送你回去。开始了。速战速决吧。开始了，你再打。偶尔也该认真一下，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轮到你了，恭喜他。哼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啊，我就知道。没，电梯好像损坏了，按键都没反应。唉，要是万能的丹恒老师在就好了。他懂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，没准啊，连电梯也会修。那个我不会。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比我们还快？我走另一条路，从上面一层绕过来的，正好在监控室看见你们。阿兰也在监控室，他受了点伤，但没生命危险。啊，你找到他了呀？阿兰他知道这电梯怎么回事吗？既然是防卫科的负责人，应该知道吧。那我们去和他会合吧。
开始了。争斗并无意义。轮到你了。让开，我无意挑起争端。乖乖站好，这就给你加个祝福。偶尔也该认真一下，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速战速决吧。现在后悔已经迟了。看我的，要开始了。生死虚实，一念之间，洞天幻网，长梦一绝。这次咱可没拖后腿。你们是一起的吗？对呀，我和他都是星穹列车的成员。是黑塔女士请你们来支援这里的吗？巧合而已，黑塔委托列车寻找的一切到手了，我们按照协议返回交付，不想正好碰上了遇袭现场。反物质军团为啥会盯上你们？我看他攻击的目标就是空间站，对星球地表毫无兴趣的样子。你们是一起的吗？对呀，我和他都是星穹列车的成员。是黑塔女士请你们来支援这里的吗？巧合而已，黑塔委托列车。反物质军团为啥会盯上你们？我看他攻击的目标就是空间站，对星球地表毫无兴趣的样子。我也没什么头绪，军团来得十分蹊跷，站内的防卫系统突然失效，没过多久那些家伙就出现了。小姐，艾斯达站长第一时间组织疏散科员，我本该负责掩护所有人撤离，但没想到最后还是大意了。不要自责，你伤了腿和惯用手，藏身在这里避开与军团正面交锋，这个判断十分冷静。对，大部分科员已经去避难了，当务之急是返回主控舱段组织反击。所以你知道电梯怎么用吗？它启动不了了。撤离完成后，为了防止军团进攻主控舱段，电梯的权限暂时封锁了。艾斯达小姐委托你们来找我，应该有给你们解锁的密钥吧？好像是给了我一张卡。三月。我不记得放哪儿了。你。啊！我找到了。我该。既然密钥找到了，就赶快开始吧。电梯的权限用那边的操作台就能解锁。
等一下，我只开启了最上层的电梯口，从那里走。绝对不能让军团利用电梯侵入到主控舱端，我必须优先考虑科员们的安全。烦请各位多绕一点路。有劳了。什么各位啊？你不一起来吗？我行动不便，会拖累你们。我就留在这里，在你们成功抵达后，再次封锁电梯权限。你不必担心会拖后腿，封锁电梯权限一事，在主控舱端也可以进行操作吧？就是啊，我和他两个人不也这么过来了？再加一个单横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反物质军团就交给我们。谢谢。这样多多少少可以拖延敌人一会儿。喂，这亮晶晶的是光锥吧？这不是星际和平公司内部才有的稀罕货吗？不，光锥是流光逸庭的技术，由于它能将记忆随身携带，是非常厉害的强化类器物。据说公司花了大价钱买下了使用权，但黑塔怎么弄到手就不好说了。这几张光锥的来路是正当的，我只能说到这里。你们先带上吧，它对战斗很有帮助。我就觉得大事不妙。说明你成长了，三月。切忌冲动行事。每次都搞得这么惊险，不过回来就好。小三月、丹恒，辛苦你们了。啊，姬子，你早点来嘛！最后那票反物质军团和蝗虫似的，咱可是用剑的，打起来多费劲呀！来得早也没用啊，我的轨道炮倒是能打掉一片，不过黑塔回来看见空间站这模样，非找我们算账不可。你没事吧，阿兰？艾斯达很担心你。哦，我没什么大碍，伤口包扎下就好。谢谢你们，我先向艾斯达站长汇报情况去了。再见。嗨，初次见面，我是姬子，星穹列车的领航员。也就是说，列车怎么行动都听他的。这一路过来，小三月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？嗯，你想好再回答哦。嘿，咱是年轻人，就该朝气蓬勃，勇往直前嘛。他这个人挺有眼光的，是吧，大恒？我有权保持沉默。年轻人就是容易打成一片，看来你们已经相当熟络了。
走吧，艾斯达可担心你们了。投射雷达跟踪正常，遥测信号频率偏高，必须维持在平均水平。根据预测，军团即将进行十个波次以上的连续袭击，大家扛住。艾斯达站长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平安回来了就好。阿兰刚刚来过了，收容舱段的事他都告诉我了。还有他的伤，多亏你们的帮助。灾难当头时，越发体会到科员才是空间站最珍贵的财富。我们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实在太少了，忽略了安保和战斗人员的建设。倒是你们星穹列车的成员，个个身手不凡。空间站当下情况如何？目前状况还在控制之中，安保系统受到的破坏很轻微，入侵者只改写了少数核心数据，因此很容易修复。潜在的风险在于科员们，他们非常信任黑塔女士，根本没想过空间站会被军团攻破。相较于肉体的伤势，精神上的恐慌更加可怕。我们去和科员们聊聊吧，这种时候大家都不希望空间站的内部再出现意外。你试过联系黑塔了吗？我发了很多封信件，全都石沉大海。妻子小姐了解他的，空间站就是他收容追随者和奇物的仓库，完全没放在心上。我就知道。没关系，我也会向黑塔发信，说他要的奇物我们带来了，至少这个对他还有点吸引力。那就帮大忙了。其他疑问也欢迎来找我和姬子。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反物质军团，我没事，这点疼痛真的不算什么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况且为了保护大家受伤，本来就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。我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你别告诉艾斯达站长。还是有个别科员遭遇了不幸。其他大部分科员只是受了轻伤，但我担心的是他们的精神状态。大多数人都是仰慕黑塔女士来到空间站的，现在联系不上她，也没有余地让他们联系家人，只希望他们能挺过这次危机。我认识艾斯达站长的时候，她是个大集团的富家小姐，她对我有恩，所以她去空间站的时候，我也跟来了。我不是很懂科研，但能保护真实研究的人们顺利完成他们的研究就足够了。希望这场风波尽快过去。特效摇杆阿尔弗瑞德。抱歉抱歉，我认错人了。麻烦你了，年轻人。我们在进行卫星摇杆的预调试，我按住监测信号的按钮，你按我说的步骤来推摇杆。先说摇杆的方向，上是频谱仪，下是滤波器，左是参考电瓶，右是衰耗器。我们的预调室有三个步骤，打开频谱仪，再是衰耗器，最后把信号输出到滤波器上。内容有点多，都记住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。完美，谢谢。帮大忙了，年轻人。原本负责这块的科员阿尔弗瑞德，他刚刚在收容舱段没有回来。亚伯拉罕跟他关系不错，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这件事。当务之急是保住空间站，先专注于眼前的工作吧。我要走，我要逃，我要离开这里。不，我逃不掉的。
逃得过昨天，逃得过今天，也逃不过明天。你看看，障碍判别终端已经记录了142856次攻击，下个数字将是142857。我坚定地相信着，等我看到了这个绝望的美丽的走马灯树，我的人生也走到了走马灯的最。每个人都这么说，会好起来的，不会总这么倒霉。否定，肯定，否定的否定即是肯定。人总是要死的，但不是现在。多么有哲理的话语！没错，当你愈接近死时，愈会意识到当下才是生的时刻。我要打起精神来。谢谢你，好心人。你们坐列车走，我留下。可，我们走。等等，部分的反故障，也撑不了多久。你们尽快，这里就交给我。你们尽快。通讯断了。要回去吗？提醒一句，那是末日兽，军团的对星体兵器。这空间站是黑塔建的，绝灭大军不出手，这里不会有什么大碍。可咱们也不能就这么跑了吧？末日兽撕开防护罩，易如反掌。黑塔不在，这儿的防御系统对反物质军团来说太过脆弱。军团拥有星神纳努克的赐福，他们有备而来，这里的人是守不住的。所以我们才必须离开，而且要带上他一起走。这样吗？他很关键。他是破局之人，当然我也可能弄错。既如此，好吧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这里是检修科员工作的支援舱端，能通往最近的月台，我们去那儿和瓦尔特会合。梁叔，梁叔也来了，他不是留在车上了吗？星穹列车的行车仪上及时记录我们的行迹，空间站的动静这么大，瓦尔特先生不可能注意不到。我敢保证，现在的话只是末日兽，目前还能应付，但如果毁灭的令石也来了，先抓紧离开这里吧，之后会跟你好好解释的。口在那边，怎么过去呢？等等，三月。末日兽，居然真的追过来了。都小心了！切忌冲动行事。三月，
到底是去抵达那一种呢？啊，什么人？用自己的意志抵达那个结局。已经没事了，换个地方说话吧。这里是空间站。嗨，你没事就好，军团的威胁已经解除，你可以放心了。这次的入侵似乎只是零星不生气候的骚扰，末日兽倒下后军团就撤退了。歇一会儿吧，不打扰你了。对了，把你的信标地址给我，有什么事好联系上你。方便的话去见一下姬子，他说有事找你。你醒了，我让小三月他们留在列车附近照看一下。时间差不多，我等的人应该快到了。我才走了几个月啊，空间站就搞成了这个德行。你回来了，黑塔。这位就是空间站真正的主人，天才俱乐部第83席，黑塔。介绍我就好好介绍，提什么俱乐部？我那么多非凡成就，哪个不比第83席好听？对呀，你现在才反应过来，你们搞的天翻地覆的地方是我的私人财产，现在星河是这个小鬼了。那我得好好看看。哼，真是神了，为了拘束这颗未启动的星核，让湛蓝星免于灾祸，我造了一整座太空站。有人却返璞归真，用这小鬼一具身体就搞定了。怎么做到的？而且星核在他体内还很稳定。是啊，这小家伙的体质真奇怪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不过，我还是会叫你小鬼。我的大脑太宝贵了，没空存别人的名字。那谢谢你记得我。那不一样，你我有商业往来。你叫什么来着？算了，说回这个体内能存星核的小家伙，我能拿它做点研究吗？这我可不能做主，你得问他自己。研究你啊？你身体里有颗星核，跟藏着颗炸弹也没区别了，谁知道它有什么危害，以后会不会突然爆发坑你一把。现在本天才愿意出手相助，你就谢恩吧。也就是现在我对你还有点兴趣，等我失去热情了，你求我我都不研究你喽。我现在感兴趣，什么都愿意迁就。身体里有颗星核，哎，多有意思啊！谢恩吧，我出手帮你，这可是星际和平公司花钱都请不着的服务。明白了吗？黑塔想让你留在他的空间站呢。哎，别，要严谨，只留一阵子。我做完研究，或者做到一半没兴趣了，这小鬼就得走人。之后呢？
之后关我什么事啊？你知道你还有另一个选择，月台上停着一辆星穹列车，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们一起走。列车和星河没少打交道，你所担忧的也是我们在寻求的答案。再者说，我们随时可以回来让黑塔做研究呀，他现在兴趣满满呢。嗯，这倒不错，还多少能保持点新鲜感。用不着这个小鬼的时候，我也不用操这个心。是啊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走了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提前预个约，找艾斯达或者阿兰就行，我好把时间扣下来研究你。别急黑塔，艾斯达也在主控舱段，让他也和艾斯达聊聊，好好考虑一下。我在月台等你，你还有事情想做，有人想见吧？不用着急，决定好了就来找我。那这具身体是我做的远程遥控人偶，空间站里多的是，哪里需要我就转接哪里，不绕圈子了。我和几个同事正在搞个大项目，如果成功了，就能一举攻克困扰我们几千琥珀期的终极难题——星神的奥秘。星神，想想看，多么神奇的存在！有些星神曾经和你我一样，都是普通人类，但不知怎的，他们就得到超越我们想象的力量。他们诡秘、强大、沉默、可怕，关于他们的谜团，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。他们是怎么诞生的？他们为什么会诞生？他们诞生是为了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有想过这些问题吗？确实不关你的事，但我们需要你。给我点耐心，我会给你好处的。俱乐部的四位天才联手编写了一个程序。看见办公室里那台大机器了没有？机器有一个宇宙，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一样，只不过更精简，更定制化。我管它叫元宇宙。是吗？合伙人们也这么说。其实我还挺中意的，不过我黑塔从善如流，那就叫它模拟宇宙吧。现在就体验一次吧，我会在模拟宇宙里指导你，保证你不会有任何损失，我还会付给你一大笔酬劳。现在后悔已经迟了。
这般。切忌冲动性。现在去哪儿？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想说什么都可以。不用那么正式啊，你也帮我们打败了那个大家伙，要是咱们还要讲客套话，聊到天黑都说不完了。你帮了我一个大忙，让空间站免于反物质军团的毒手。黑塔虽然不会自认欠我一份人情，但之后我有什么请求，他也不会拒绝我。从空间站里要一件奇物，大概也没问题吧。要不现在就上车聊聊，我给你泡杯咖啡。独门早就打点完了，我已经来过这儿好多回了。对我来说，这本来只是一场普通的旅途而已，但现在一切已经没那么普通了。即使是重走已有的航路，仍然会有新的收获，这就是开拓的意义吧。一如既往追随阿基维利的足迹。过去我们已经停靠了好几个世界，将来我们也会如此继续。银河里有数不清的下一站，星辰大海不仅是我的梦想，也是列车的心愿。我渴望探索新世界，而列车希望重回它过去的航路。因为你和其他人不一样，星河是首要原因，但也不是唯一的原因。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机会，去发现自己与其他人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。大家都告诉你你是多么的独特，你体内有颗星河，但你自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，和别人告诉你，不管这说法是来自我还是黑塔，不管这说法看上去有多么可信，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。
你得经历的够多，才能知道你是否因星河获得了什么，又失去了什么，以及你自己到底是谁。学会如何掌控这颗星河，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。星河对你而言或许还是未知，但在你身体内这件事已是既定事实。你得牢牢地抓住这一点，才能走向更遥远的未来。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跟我来吧。Till we make it. Oh, we will. 叫你呢喂。Come with me, take the journey. 看起来傻头傻脑的，没错，叫的就是你。具体情况我已经从姬子那听说了。听好了，新人，重要的事情我只说一遍。最近应该有不少人都会这么跟你说，你是特殊的。但这里是星穹列车，车上的乘客多少都沾点不能说的秘密。既然选择了上车，就得遵守这里的规矩。特殊的并不止你一个，这一点你可给我记好了。我是这的列车长帕姆，在车上遇到任何问题，你都尽管来找我吧。这么快就来了，我就是客气客气吧。有什么事吗？你这么关心他的房间干什么？啊，我听姬子说，之前是你救了三月七乘客。勇气可嘉，就是有点太鲁莽了。但这倒的确是有点开拓者该有的样子。三月七乘客的房间就在客车车厢，不过他总喜欢到处乱跑，不一定在就是了。单恒乘客的房间？哦，你说的是资料室吧？他只是单纯的赖在里面不走罢了，我也懒得管他。三月七乘客的房间就在资料室的隔壁，你顺路倒是可以去看看他。哦，你居然也认得那东西？哎，姬子总喜欢在各种地方捡些奇奇怪怪的破烂玩意回来修理，那一件好像还被做了点改装。列车跃迁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，我暂时抽不开身，你就自己到处走走吧。放心，在这个列车上，你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帕姆的眼睛。姬子很喜欢听留声机，说能播放来自过去的旋律。瓦尔特很喜欢收集这些黑不溜秋的圆盘，似乎是古董货。你要能带几张回来，他应该会很高兴的。似乎能听到电子仪器的声音。什么人？是你啊。有什么事？随意，这里对列车上的所有人开放。即便阿基维利的旅途大多已不可考，至少作为列车现在的乘客，将我们的见闻记录下来是有其意义的。所以我把收集到的资料输入资料室的智库，并将列车所过之地的人文生态、地质特征等等逐一整理录入，并与过去的数据比对印证。看见那边的终端了吗？它能连接智库，调阅目前已知的情报。你可以试试。
门没有锁，要不要进去看看呢？只是稍微看一看的话，应该没有问题吧。做出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，抵达未来。总感觉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。不会来了，咱们不用管他。对了，这些东西你拿着。列车长给乘客的一点小小的福利，你就当做是对你未来成长的投资吧。好了好了，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，不要像三月七乘客一样在列车里乱跑。月迁前最后的准备工作要开始了。你来啦，马上就要前往下一站了，是不是感觉很兴奋？对哦，这还是你第一次的旅行，那应该是双倍的兴奋。很好，很有精神嘛。嘿嘿，我第一次经历跃迁的时候也很激动，但现在我可就稳重多了。放心，很快你就会习惯起来，变成和我一样成熟靠谱的乘客的。第一步，捏住你的焦虑根源。你居然还真捏住了。第二步，集中精神，把你的焦虑都集中到捏住的那个点上去。看来你还挺有天赋，要悟到这一步可是很复杂的。第三步，用力把焦虑都拽出来扔掉。真的假的？我自己一次都还没有成功过呢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轻松多了？宇宙，银河列车，星神。我这是被卷进了什么科幻电影了吗？在我身体里的这个叫星河的东西，捡到星星了。这事我也干过，不过抓的不是星星，而是一盏灯。我刚从冰里醒来的时候，睁开眼睛就看见一簇星光，于是我本能地伸出手，结果那只是车厢的顶灯罢了。当时列车组所有人都在旁边看着我呢，那场面可尴尬了。
没跟你说过吧？在被列车打捞起来之前，我一直被封在一大块冰里，在宇宙中漂流。姬子姐姐和瓦尔特先生以及那谁想了个办法把冰化掉，这才把我救了出来。谁知道呢？以前的事我全都不记得了，我是谁，原来叫什么，我来自哪里，这些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连三月七这个名字也只是为了纪念我被唤醒的日期而起的，所以我赖在列车上跟着他一站一站走下去，指望着哪天能够找到自己的过去。哎呀，说这干嘛，扫兴。没事，是我自己提起来的嘛，开心点。搭乘星穹列车可是非常难得的体验啊。列车长来了。列车已经驶出空间站安全范围，预计在十分钟后开启跃迁，请两位乘客坐稳扶好，小心震动。也没必要特地跑来提醒我吧，帕姆，都跃迁过这么多次了。谁叫三月七乘客每次都想挑战自己然后摔跤。嘿嘿，这就叫百折不挠。列车长，能给我一杯果汁吗？谢谢啦。跃迁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了，想喝什么的话等到结束以后再说吧。啊，但是咱口渴了嘛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就想试试能不能站稳了。谢谢，咱感觉已经抓到诀窍了，关键在于腰腹和大腿正确发力，姿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灵活的利用惯性。哎呦，别管我了，你快找个地方坐下扶好。我们的下个目的地是颗很小的行星，编号是亚利洛六号，列车上一次前往那里是几千年前，根据智库中的记载，那是一个郁郁葱葱非常美丽的星球。不过漫长的岁月过去了，也许那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跃迁是这样的，第一次看会觉得很新奇，以后慢慢就习惯了。关于它的原理算了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下次我找个时间给你细细解释。坐下等吧，记得闭上眼睛，这样可以减轻一些眩晕感。喂喂喂、啊、我不会摔的，请大家回座位坐好。我不会摔的，我不会摔的，我不会摔的。跃迁即将开始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我不会摔的，我不会摔的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几千年过去，亚利洛六号已经变成这样了吗？哎，那颗白茫茫的星球就是咱们这次的目标吗？没错，想必这次的开拓之旅也不会轻松呢。空间毒素异常，星轨稳定率下降至12%，停靠计划变动，本站停靠时间由7天延长为无限期。这个世界所处的虚数定域遇到了某种情况，列车行进的轨道被某种东西堵塞了。拿一般的陆地列车打比方，这就像前进的铁轨突然断裂，底下是坍塌的万丈深渊。这个时候也只好紧急刹车了吧。如果强行前进可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。哎，又是这种情况。不用说，这次的星轨异常原因也是初步检测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异常的根源还是星核。没错，和被置入你体内的星核是相同的物质，
围绕着星河的谜团众多，连黑塔都没法完全解析。不过你也不必太过担忧，被星河阻塞航线的情况我们不是第一次遇上了，就算不清楚星河的本质原理，还是有办法抵消它的影响。唯一能确信的是，星河的坠灵会带来文明和生态的巨变，还会产生裂界一类的空间扭曲现象。亚利洛六号之所以会变成这样一颗冰封的星球，和星河的影响脱不开关系。根据我们的猜想，星河是某位星神播撒至各个世界的祸种，如果不拔除灾厄的源头，开拓也就无从谈起。意思就是列车组有活要干了。这次的开拓之旅，我希望交给你、三月七和丹恒。旅程的目的也很明确，找到给这个世界带来灾厄并造成空间扭曲的星河，把它带回列车。后面的事就都交给我们吧。好啊，咱们又能联手出击了。列车总得有人留守，不然帕姆会很寂寞的。更何况我们刚被纳努克瞥了一眼，万一再被反物质军团盯上就糟了。这次也轮不到我们了。我知道你很想去，不过总该让年轻人们单独走走，培养培养感情嘛。要是你们没什么意见的话，就去找丹恒聊聊吧。关于亚利洛六号的生态和勘测数据，他大概已经开始整理了吧。开启旅程之前，多掌握些情报总是不会错的。